哎呦，这玩意，哎，漂亮！你这是在抓？上好鱼了哈。嗯，我们今天贵宾地球哥，我们今天窝了。一会儿在前面打窝。鱼钓，鱼钓，我在。啊。哎，它的鱼我在鱼，这鱼好吃。这鱼啊，鱼很好吃。对，好吃。真的好吃，是假的？这是什么鱼啊？黄尾鳟。清蒸，肉那个，比那个黄花鱼还嫩。哎呀，野生的黄花鱼还嫩。一条就有一两条。 呵呵呵，它吐了，搅拌窝了了哈，开始了，你看，正在搅拌，马上就要打窝了哈。哎，来了吗？哎，中了吗？还什么鱼？哎，还是这个黄尾鳟敲的，是吃完了。 好吧，哎，很好吧。哦，都是在好鱼。完了，今天要狂拉了。这鱼主要就是好吃，没别的。好吃。鱼尔龙、灌南鸡虾，加两个粥，就是狂拉。这个大片，我们可乐是可乐不能喝。啊？ 谁告诉你这可乐不能喝的？我口味。啊？谁告诉你？可乐不能喝。越喝越有气，越喝越有气，是吧？哇，下去就来。哇，那就是这么刺激，这么刺激。哇，狂口啊！哇，哎呦，这条好大。 哇，这条差不多快1斤了，哦，香啊，就这么大了，都是这么大，像一群，底下一群啊，哎，渴了，又进了吧，渴了，妈的，我饿了，我要睡觉了，这河南鱼家还在汤里，嫩。 刘哥向来都是不听劝，好好的早上状态好好的，就非得要一瘾可乐干下去。好了，嗯，把握得到后面。<笑>刘哥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，<笑>拦都拦不住的。<笑>哎，刘哥打我没声音啊！<笑> 打窝了都不让人家知道的，悄咪咪的在打。鱼的，马上来！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窝打得好，这窝好，哦，这窝给力，真给力，哦，哎，你看。 鱼不上来，挂都给它挂上来，好，这水挂了，嗯，尾巴一旦都是正口，这可乐谁不能喝？全是鱼，全是鱼。